看一下，这个是咱们家那个造气池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我要这两个桶把舀上这点这个造气水，这个就是那个化肥啊，农家肥。然后拿去山上浇点青菜呀、地呀，反正用到都可以用的。看这个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种的那个地瓜，那个白地瓜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栽秧的时候刚来护理过的，现在杂草又这么多了。哎呀，这个太夸张了。看这边都是那个杂草，然后这个才是我们那个白地瓜的藤。看这一整片都是这个杂草了，要把它全部清理掉啊。这个杂草太多了，有些这个杂草和这个白瓜这个地瓜这个藤一模一样的，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地瓜藤把它拔起来了。拔这个杂草的时候也是要有讲究的，因为拔的时候呢，要它下面会有那个杂草，还会有这个泥土，要把它摇一下，这个泥土掉下来才可以。现在我们清理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开始撒上这个农家肥了。这个我们撒这个的时候，一定要等这个太阳落山了才撒，要不然，因为大太阳的时候撒的话，那不行的。刚好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。忙了一天了，忙好了，咱们要回家去了。哎呀。